喽哈，欢迎围观无聊的英雄时刻。今天直接冲向冲向抽抽，今天终于有新的抽抽角色可以抽了，他终于出来了，那我们就马上冲去抽。虽然其实是昨天就出了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还没登录。有什么新活动？超级期待这个立法的新活动。我又要打新的武器了，武器也加。看一下是什么？风量武器。然后双人，这是打装备。哦，有那立法这个活动好像还不知道是什么，不太确定是什么东西。那我们现在领完石头之后，直接奔向抽抽。噔噔噔噔，按下去。啊，一定要中啊！新角色，啊，出来吧，四星星角！哎呀，没有啊！看来是，悲剧哦，没有像上次那么好了，这次连一只都不给。啦啦啦啦啦，没有出来呀、啊！哎呀，又是你的比例。嘟嘟嘟嘟嘟，把恶心角开始，那就高。哟，哇，只有两恶心角，然后剩下恶心角全部重复，是不是？其实恶心角早被我抽完了，恶心角早被抽完。这样子的话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看一下这个，也不对不对，啊，在这边58颗，这样我能解放一次一个角色，这样我要解放哪个角色呢？狮子组应该是解放主力会比较好。我上次活动立法也打到100等，噔噔，超累的。还是强化 Yuki 好了，毕竟他比较主力的感觉。呵呵，攻击你，按下去，噔噔噔。哎呦，直升机飞过，好吵，好吵。好，应该勉强够。将 Yuki 就能扒了。哎咻，石头勉强够。来来来，哎咻哎咻，哎哎，滑不过去。对，冲完了，那这样子的话也能85等，那就拿本来有打算要给抽到的新角色的药，今天药水给 Yuki 吧。留这边好了，这样是就可以了。看一下有没有新的活动要打。结果还是。有新活动，双子巨人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快速通过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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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都是猫儿，都是猫儿，都是猫儿一族。
就来先打吧。我说那个犀利卡用的好明显，怎么一放到的感觉？十五等的，一刀就刀。一刀就刀，十五等而已。啪啪啪！一刀，一刀，一刀，两刀，两刀。来修理，等等，目前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冰的东西，说是霜，可是没看到什么冰的东西。打装备的活动，然后来立法的活动好像也。什么时候出？那只知道有看到好像有排行榜紫烟，所以不知道会不会很悲剧的出排行榜，然后拿不到之类的。哎，看一下这次装备有哪些？噜噜噜噜！哎，这次是给双剑，还有剑跟双手跟双剑，双剑我一。一点脚都没有哎呦，还有法杖、耳环、项链。就是这些，没有双剑脚，所以拿到了也没有用。武器真的是超难充的啊！那今天的主题抽抽就这样悲剧了。再看吧，再过一下子，应该还可以再抽一次。那到那我再来挑战一次这次的新角色。那今天就先到这，啊，拜拜。